兄弟们，老说有没有肉碱，有没有肉碱，这就是碱肉筋，看下来10PM256，这个充电70伏电池100，这是个512D 的，充电79伏电池102，我靠，102什么情况？这垃圾是什么问题？漏液，开机看一下来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亮点，这个在这里，这个一个，但是的话使用是没啥影响，影响视觉，不影响咱们的使用，触摸也是 OK 的。那电池，100%。不行，还能？这不可能都修的呀。256G 无火的，这台的话屏幕看到没有，屏幕这个鼓包了，今天是压过盖板的鼓包了，看到没有，这个咱们就不要，咱们还是256的吧，没事，看你们正常的话能便宜多少钱，多少钱给我这个66000，因为昨天给我5900，那5200都不要，那个压盖板那个压鼓包了，拿这个5900给我吧，你放这的话愁啊愁，愁得不得了，5900拿走，解千愁。 Nice.